3月11日晚，舒淇通过微博晒美照，并配文称肩膀有点疼。照片中，舒淇披着一头直发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皮肤白皙，歪着脖子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看着让人心疼。一只手放在肩膀上，手上的钻戒和手镯十分的抢眼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亲，这边建议您去做个按摩，炫的没痕迹，是太美了，压力有点大吧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